Hello， 咁繼續係玩具 TV 嚟到呢個今日嘅 Toy Show 嘅會場啦。咁我哋企喺呢個工匠堂嘅前面，咁工匠堂當然係不得不講嘅就係足球小將啦。咁啊見到啦，咁佢哋今日有特別嘅開，已經有發售咧，就係呢個刺藤同埋左野嘅，跟住仲有鋼沙利斯。咁啊，佢哋咁刺藤左野咧本身係一 set 嘅，即係黃色黃藍間嘅嗰兩個係一對賣嘅，即係一 pair 啦。咁前面嗰黑人就係鋼沙利斯啦。咁就係仲有。白人係希林明咧，就係、是、今日開訂嘅嗱，嗰、那個白人係啦，黃色頭髮嘅白人，意大利隊嘅。咁啊，仲有就係、是當中仲有啲係已經係有啲係現售緊嘅，係啊，有邊幾隻係現售緊？我想問下，現售緊係啦，嗰隻足球小將有冇啲即係已經賣緊嘅？係啊係啊，葵新五啦，葵新五係賣緊嘅。咁我想問下，咦咁啊大空翼嘅校服版同埋祖苗嘅校服版係咪已經係？未買嗰個睇個反應，如果反應好就會。哦，即係，OK， 即係都係睇反應，現場嘅反應係啦。喂，有人 like 緊啦，已經。係啦，咁啊，係啦，咁啊，仲有隔離嗰邊咧，就係啱啱今日正式嘅開訂嘅，就係呢個灰藍屬赤石鋼刺，咁啊，原型師就係我啦。哦。係啦，咁啊，跟住成個系列裏面都仲會係呢第一隻啊，仲有其他噶，咁啊，上面咧就係、是、嗱、这个、呢個咧係之前咧就係、是、有啲香港嗰啲係侵權嘅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呢啲咧就是、正式嘅日本公司係攞拉神嘅，呢、这個就係無敵飛天俠啦。咁啊係有一號、二號咧係已經係正在發售中嘅，咁啊係咁啊隔離嗰只就三號機啦，咁啊係係呢個監收中嘅，咁啊四號機就我挑咗一半。OK， 係啊，主角嚟喎。係冇錯，挑一半，咁啊努力中噶啦。咁啊中間呢只咧。太保郎其實是工匠堂和 Boomark 兩個是 crossover 的，這隻色咁其實限量五十隻，如果是喜歡 Boomark 的而且還要是特別色的太保郎，即是這隻這樣的色，那你們來工匠堂這邊，因為只是限量五十隻而已。那旁邊就是無敵飛天俠，這個是時髮小金剛，那也是我做的，那咦個名字不是很適合的，那個名字是葵扇金剛，那這隻是監收中的二號機，咁係啱啱出嘅，咁啊唔啱啱出嚟，啱啱挑起即係上色咁嘅一個監收中嘅版本啦。咁三號機嘅梅花金剛我就努力中，咁就好嚟卡衰，係啦冇錯，即三四號機都努力中，係啦，有啲人無敵飛天俠嘅三號機已經凍咗喺度啦，咁啊連埋小金剛嘅三號機同埋無敵飛天俠嘅四號機就。會繼續努力啦，咁啊我哋係咪會去其他嘅地方咁啊？係 OK， 好啦，咁啊仲有一邊，係啦，咁啊另外一邊嗰、那個 corner 位叫做咩？其實嗰個佢哋今日嗰個 corner 位，蘇馬 ，OK， 係咁，其實有一班一啲創作人啦，同埋一啲designer 畫家咁樣，咁啊咦亦都見到有啲人咧就係、是、自己開發啲十二寸嘅，咁啊圓形咧就係、是、自己做嘅，咁仲未正式生產，但係擺咗個板喺度。咦咁啊？咦啊！當事人今日啱啱行開咗，咁啊轉頭揾咗啲當事人喺度嘅先。好啦，咁啊呢邊先啦，咁就好。咁啊等下阿老細收埋。哎呀！哇！影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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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啲會好多位。有冇啊？收場啊！有冇啊？見到好大沓，真係仲要現場拍到。好啦，喂，介紹下先，阿修羅。等等先。好，但係。佢個個樣貌先。係啊，濕。唔係好濕嘅。係。但係有意。好，凍翻你先。凍翻你先。好啦，喂，呢個係風神同埋雷神喎。係啊。好。係啦，咁今次咧就第一次介紹一下先，呢個你自己係我係天河，我哋叫天河啊。咁今就係阿修羅嘅主理人。咁咧今次就第一次嚟買展嘅，咁呢個咧就第一期式嚟嘅。咁嚟緊咧都會去呢個馬來西亞同埋日本擺展嘅。咁啊，揸上手啦，揸上手嘅。咁呢個就係角色，呢個係雷神啦。咁做翻傳統嘅一個雷神嘅。雷神唔係應該呢邊啦。呢個身形有啲似喎。想死啊！咁呢個就風神嘅，咁啊做翻個風虎啦。你做雷神啦，做風神啦。咁咧呢啲咧都係只腳咧都喐得嘅。
手啦，同埋頭都係喐得嘅，係啦。咦，咁呢隻色係屬於叫做誒呢個原組色，原組色，原組色一期色，我哋又叫做一期色啦。冇錯，咁而家咧都一個吸引嘅價錢啊，1,880蚊係一對啊。呢個真布，真係布嚟嘅，係啦。咁裡面嗰條芯咧都係朗膠做嘅。真布嚟嘅，真布嚟嘅，哦，幾得意喎！係啊，好多女女摸㗎，買完翻嚟之後，係啊，喺度係咁喺度捽捽啊，係啊，係啦、啊。喂，呢條魚好有趣喎、啊，介紹下魚先。咁呢個咧就係我朋友嘅一個品牌嘅，咁咧就叫係油麻地啦 ，Toy Street 玩具街嘅一個鋪頭，佢哋就係 design 嘅。咁呢件錦鯉魚啦，咁今次咧呢個展咧就而家做咗兩個色嘅，一個就冰色啦。一個就叫雲石色嘅，係啦，咁同埋一個戰國恐龍啦，咁啊做一個七彩透明嘅幻彩色，係啦，冇錯啦。咦，咁遲啲會唔會有啲咩新作？有諗緊第三個 character 同第四個嘅，嚟緊會有嘅。即係仲有封神雷神，仲有啲咩？仲有啲都係神話嘅人物啦，係啊。封神雷神會唔會光速電神？光速電神要你嚟啦，好啊，好 ，OK， 咁我哋就過去隔離。好，咁啊呢一邊嘅，好啦，咁喺呢度都有一座係賣啲懷舊嘢咁啊。咦，睇下有冇人中先？先，係睇翻呢邊啊？係啦，咁啊睇下睇下。啊，呢有啲舊嘢嘅，興趣嚟望一望啊。你有冇興趣？我定你自己有冇興趣？立過嘅。係。有啲有興趣嘅，係啦，咁啊，看檔嗰位係美少女嚟嘅，係啦，好啦，我哋走咗啦，係啦係啦，好啦，咁啊，個隔離下手啊，美少女，喂，呢邊，好啦，好，介紹一下先，咁啊，嚟到一個自我介紹啊，我揸住，係，係你好啊。係啦 ，hello 小化名 ，hello， 係我咁我叫 DDED 啦，個 page 就係咁，我就係呢個 page 嘅作者咁樣啦，係啦，咁啊今年咧就出咗個新嘅 product 啊，咁咧就係叫做 MK 公仔嘅，係我揸住係呢個係啊，咁 MK 公仔咁裏邊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就係一隻咁嘅公仔嚟嘅，咁點解係倒吊咧？因為呢個作者咧就好衰，成日咧又賣廣告啊，又出 product 賺錢啊，即係唔係真心做創作嘅，所以倒吊喺度咧俾人。即係咩鞭打咁樣，咁同埋咧係可以除褲嘅呢個公仔，有啲咩？係咁，裏邊有啲咩咧？就係、是、麻煩後期打翻格仔，因為唔可以公開嘅圖案係。咁裏邊其實有幾個隱藏圖案嘅，咁 random 就係抽咁樣嘅。咁其中我哋見到有人喺度即刻除人嚟褲啊！你麻煩你 secure 啦，你喺個湯仲除人嚟褲，打咗格仔喺度。咁咧就咁又有一個喺壁劫嘅一個蝸居裏邊咧生活嘅好，介紹一下你自己先，你點稱呼呢個作？我叫 Albert 啊。係。係啦，咁啊 Albert， 咁其實見到下面仲有關二哥呢樣嘢係咪？係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因為依排都好多啲關公災難啊，咁我建議大家即係做公關嗰啲就買翻一隻就翻去就早晚拜一拜咁樣就。咦？我哋見到係。好熱話嘅。我哋唔講啦，咁啊，總之大家見到知道係。哦，唔係呢個係垃圾桶嚟嘅，就唔係諷刺咩官員，就絕對唔係嘅，因為純粹一個垃圾桶咁計啫。係。咁啊，咁仲有有警察啊，又有呢個作者啦，咁樣。我哋係有警察，有作者，咁就真係你知。你點解唔甩翻個死亡箱喺頭？我因為而家要靠養温食啊，我發覺吸財話係唔揾唔到食，所以我除咗頭盔又變咗咁嘅樣咯。唔係啊！乜嘢啊你？咁就閃卡啦，有呢個新出嗰個 MK 閃卡寶啊，咁有咩特別呢？佢就係可以收集啲閃卡嘅，咁呢啲一路都出咗幾代嘅閃卡，咁樣一次過收集曬啦，係啦。咁咧，如果唔中意收集嘅話，又可以逐張抽啦，喺度閃卡機啦，係啦。咁樣荼毒咗好多青年㗎，你抌好多錢落海都抽唔到佢想要嘅閃卡。咁咧，仲有一個最特別嘅咧。就是好啦，見到跑揾出嚟。係就係呢個咧，底褲嘅。係。咁咧就裏邊咧就有呢個好多不同嘅底褲啦。咁咧就有兩個版本嘅，一個有市值同埋冇市值嘅版本。係啦。咁因為作者好窮啦，所以就要買底褲咁解啫。咁全部都著過嘅，我放心啦，係。好，呢個
個就係你個 page 係嘛？係冇錯 ，D D D。場禮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咁啊，因為隔離會唔會收音有啲困難啊？而家唔驚，有麥嘅，有麥 OK 嘅。好，就咁啦，唔該曬，咁啊，再過隔離啦。係，等下先，等下行先。係，好啦，咁啊，再過嚟呢邊就係。之前其實在 Tiny 那邊都見過這個是的是的是的我那時候見到我都覺得很喜歡這個作者就在這裡了 好介紹一下自己先你好你好我叫阿樂是咁就咁呢個系列叫天堂啦，咁就係結局啦。咁其實之前第一個系列係咁樣嘅，係一隻咁細只嘅天堂。咁當時啲手手腳腳咧就冇顏色，即係就咁原啤色出嚟嘅，係啦。咁個原理都係啲磁石嘅手手腳腳啦，咁就可以收翻個盒盒裏邊度咁樣嘅。咁但係咧。第二代咧就會大隻咗，咁就係你見到前面呢啲啦。咁全部都會係有啲手手腳腳會有配色啦，同埋多咗好多唔同嘅造型咯，係啦。咁其中你話喺 Tiny 見到個系列咧，就係呢個香港特色交通工具系列啦。係，因為我記得就係嗰架雪糕車，係係啦，好正嘅雪糕車。咁依個系列就另外因為。他們的關係呢我亦都跟酒吧有另一個系列就是三甲好即係 iconic 嘅巴士啦，熱狗啊、白花啊、金花啊。咦，反而我想問一樣嘢啦，咁其實係嗱，你嗰個巴士係有路線圖，有冇同自己住嘅地方有關係？巴士就冇，小巴就有。哦，係啊，係啦，大埔紅咧。哦，你係住大埔，大埔有嘅。O K， 係啦。咁另外就有一個係老夫子啦，算係我哋品牌第一個角色嘅 license 嘅 project 啦。咁就真係同王澤老師合作10周年係啦。咁呢一個老夫子之前就喺台灣做堅堅嘅副手賣。喂，正喎，六寶喎，呢個其實係一個二次創作嚟嘅，咁就攞個印象嘅啫。係。咁另外都有一啲係攞嚟 inspire 下，睇下有啲客户有興趣咁樣咯。咁呢就。咦，見到，因為其實我覺得正嘅地方就係話，佢其實本身嘅 packing 咧係呢個 size， 但係咧一組合翻啲手手腳腳之後咧，就變咗係好大。咁其實仲有啲咩地方？除咗喺展覽場，仲有啲咩地方？如果而家嘅工具系列咧，就可以喺微影嘅超模店度有買啦。咁如果出售啲影人物過往。係呢個 online store 係非常之好嘅，咁佢有兩個會場嘅優惠，天博係啦，我哋 Beyond 就我哋嘅 Megatron 同埋 Candy 過畫浮雕咧會有5% 嘅 discount 喎，亦都係我哋今次 Con Show 先至限定有嘅優惠，大家都唔錯過啦。最後咧有我哋 Monster Tiving 嘅喎，佢為大家帶嚟好多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出售嘅產品嘅喎，當中嚟緊間就滿足期待嘅。富貨又係第一次喺香港設置啦，同埋出售嘅。另外都有 Erasmus Molly Christmas 2017 Edition 香港 Toy Show 設置啦。OK， 跟住就頭先見到好多人排隊咧，應該係搶購㗎啦。最後亦都係我哋嘅水光冰牌，亦都係台灣嚟嘅朋友㗎嘛。最後亦都見到咧，有我哋第15屆台北國際玩具創作大展2018嘅 poster 喎。原來呢張 poster 咧係全球第一日嘅公佈，設計師咧都嚟到會場先至見到最後嘅製成品嘅。如果大家都想得到呢個嘅 poster 嘅話咧，大家只要去到 Monster Tiny 嘅展位嗰個攤位嗰度咧，就可以拎到㗎啦。直接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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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次会场特别的限定色。对，没有错。对，那你看到这个就是来自台湾的创作人，那么他的公司名就是这个宋是的，那么就是是的，那么他们的 Facebook 呢就是Facebook 的宋 Sai， 是的。
係。咁另外呢一邊咧就係、是、都係嚟自台灣嘅。Hi, hello。Hi, 你好。Yeah。係。咁呢度咧就係佢嘅作品啦，就會見到係嗰、那個刺猬，刺猬系啦，近年几日比较多人系中意养刺猬嘅。诶、哎，为什么会做刺猬？我觉得它可爱啊，而且好像很多人喜欢养它当宠物。对对。但我自己养不了，所以我就做了刺猬。通常都是做雌鸡，或者是雌鸡做的都是雌，有养这个动物，但是我是养不了，所以只好自己做。但是这个跟真的差不多。大小，对对对，跟得差唔多。系佢嘅 size 其实同真嘅刺猬都系差唔多嘅。如果有养开刺猬嘅朋友，就会见到。系啦，系啦，是第一次来香港吗？第一次来香港。系，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买到你的东西？现在的话就是泰国，然后新加坡，然后香港跟中国大陆都有经销。这是第一次来香港是买啊这个泰叔吗？第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香港，哦，从来没来过。系啦，咁呢个就系Fanny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佢嘅 Facebook 系啦，见唔见到？系啦 ，Fanny。好，谢谢你，谢谢。好啦，呢边都系是，他是双，是，都是台湾来，他，我是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来的创作人，那这个是，是我的，这叫小 Q 龙，是我的玩具，诶，很可爱哦，他是恐龙来的，这个坐着的恐龙，对，这个就是他的，是啦，这个，是，看不到，是啦，他是不是木雕来的？这是 Ryan 的，我帮他上色的。Okay, 香港这一次 Ryan 的。对，我跟他合作的那个 crossover。crossover 的。系。咁见到系啦，咁一个熟悉嘅一只甲虫。系啊。很熟悉，对不对？香港。好啦，因为呢只色几靓，见到透明嘅呢一只色，好可爱，好靓。是第一次来香港吗？对，第一次来香港。系啦，咁啊可以支持一下呢、這個呢個馬來西亞嘅朋友，咁啊已經有支付寶添喎，就係咁。好錢啊！歡迎進發啊！但有一些是我手繪的，係手繪的。這個都是，這些都是今天回想的特別版嘛。特别版是有几个在这边的，这些是还没有发表的，对。在別的展會賣的，係呢、這個幾靚，呢、這個色係啦。咁啊，好，跟住就係到隔離，跟住就係、是、好啦，介紹一下你嘅，你好，係啊，介紹一下自己先。我係 OK Luna， 係做狐狸同埋做太空人嘅呢、這個係啊。好啦，咁啊，介紹一下。呢個係狐狸，咁啊狐狸角色可以喺呢個 OK Luna 嗰個 Facebook 嗰度睇到佢嘅故仔嘅，係啦。咁太空人有太空人嘅故仔，狐狸亦都有狐狸自己嘅故仔嘅。咁如果想知道啲故仔，就可以上 Facebook 嗰度睇翻。OK， 係啦。咁啊，另外一邊亦都係至於喺邊度啦，見到啦。哇！有好多隻，有冇今日會場特別色啊？其實會場特別色係呢兩隻，係啊，嗰啲係以前啲展買過嘅，係咁啊 display 嘅。好啦，跟住又係馬來西亞嘅創作人，咁啊好啦，咁啊這個是你的作品嗎？啊，這個是朋友的。啊，朋友的作品，这个是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他这个是 hippo guy， 他叫，所以他的，其实我是，你不要去解释这个对吗？他是河马，是，但是他变成一个人像，他是马来西亚人的，是，好，自己介绍一下，你是谁的？啊，我是 Jeff， 但是这是我朋友的。啊，你来不？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呢？啊，我的作品在这边。嘿。So。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的，就直接 logo 原版的，然后他叫阿伯呀，因为在马来西亚就很多人都叫男主叫阿伯呀，
然后我就开始创作这个原版的咯，然后慢慢就发现有人喜欢恰里的，我也是叫恰里。然后这个系列的这个秘密的模具的是因为 我在马来西亚有画一个一幅画，然后就把它做出一个公仔。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是最近的那个 TVBC 的在感动我，我就找出那个石头扔出来。好，这个是Facebook 就是 Facebook 在下面。是，那么在 Facebook 呢就是这一个，是第一次来香港吗？对，第一次。是，是啦。这个就是他寄的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好，那么看到有其他的作品啦。是啦，看到有其他的作品啦。Logo。Logo。这边就是我的作品。等一下，我啊，这个就是你的作品啦。介绍一下，你要开始了，你好。系。这个我先介绍这个，这个就是我的那个以我女儿做原型的一个模型。对。然后这个就是她的那些树的精灵啊，就叫布布的，所以她就到了那个世界那边，就跟他们一起玩这样子。然后，然后这个是我最近做的，就是手工做的，就是小海龙。对，他说他这个帽子是可以做的。哦，小海龙，还有小海狮。这个很可爱。啊，然后这个就是我儿子他创作的一本书。然后我七岁的时候。然后就用他的书里面的改革来做了两只。那个改革出来。对，就这两只嘛。Then you know more。好有趣的就是这些扶持兵这些。哦，这个两本，这个两本呢，如果人买了就 no more。哇！系呢啲非常之开心的扶持兵档。哇！咁啊，好啦，咁我哋好啦，跟住见到就隔篱嘅就系阿 Laura。好啦 ，Laura 喺度同佢嘅粉丝喺度交谈中，咁啊争。好了隔壁這位就是香港策劃師 Laura， 其實他是 Vincent Ma 的同學。今天有什麼新的作品？新的就是合就是新式的，都是 Mary Go 合作的浪膠。係啊，咁佢今次就轉咗衫咯，係啊，就另一個衫。咁佢有配件啦，咁有吉他仔，有吉他仔，呢個 Uncle Ko 嘅花仔。呢個都係啦。咁跟住就會有個小漫畫講翻佢哋嘅故事。本書可以齊到章未？出書準備，我真係好想出，係啊係啊。係啦，咁啊，好可愛㗎！你見佢想搣佢嗰啲，搣佢面珠頭。阿花仔。好啦，跟住就到隔離，咦？佢仲有啲 postcard 係啦。咁啊，呢個拉拉活。系啦，哇！系啦，我哋嘅美女插画师，大家讲啲嘢。系啊 ，Vincent Marlow， 仲有啲咩讲先？有啲咩会将会嚟紧会发表嘅新作？将会即系譬如话你本书究竟几时可以组合成书？有冇啲期待？嗱，我希望出年会有嘅。出年好快嘅，下个礼拜出年嘅。唔得，出年一年后啦。咁好，多谢大家。OK 啦，跟住再看到隔篱咧，就系、是。東跨現代 Morning 嘅，喂，係啦，佢有啲新嘅特別色嘅話題。係啊，咁今次我哋 Toy Show 野骨同阿福啦，我哋都有啲新嘅特別色嘅。咁先講野骨啦，咁野骨咧，我哋呢度咧就自己每一隻都做咗一隻 One Off 嘅怪獸手俾佢哋嘅，即係每一隻都係有唔同嘅。咁呢個都係 Toy Show 嘅特別色。咁呢個都係一日新嘅 Toy Show 特別限定嘅色啦。咁呢邊就到阿福啦。阿福就做咗一 set 三隻嘅原色 original 版本咯。其實係啊，之前都係出啲花哩碌碌嘅顏色，今次就想出隻original 原色咁樣啦，一 set 係啦。
係啦，咁仲有見到有啲襟章喎。仲有呢個就係最新出嘅姜餅聖誕嘅顏色嘅片咁樣落去，今次都係泰蘇第一次開售啊。喂，其實姜餅個帽咧都係可以自己跳。你會唔會自己考慮整個姜餅？其實可以，係整個真係食得嘅，即係整個食得嘅阿福版本，係阿福版本嘅姜餅，係聖誕節可以臨近可以同啦呢個姜餅。咦？咁呢個係哦，呢個係我哋同一個新嘅浪膠牌子 Hardcore Toy 一個合作上市計劃嚟嘅。咁呢個就佢一隻兔龜嘅作品啦。咁我哋就有我哋嘅 colourful 嘅顏色咁啊，同佢做咗一個 crossover 咁啊。嗯。咁啊，係會場限售定係會場定係？哦，呢個就唔係會場限售嘅，咁呢個都係合作款。咁之前第一次出現就喺上一個 event 有出現過啦。咁啊，係啦，咁啊，中意東區現代魔人嘅朋友咧，咁就快啲過嚟呢邊掃埋佢哋嘅特別色啦。咁啊，再過隔離呢個就係、是。好啦，呢、這個都係來自台灣嘅朋友，可能介紹一下，知唔知就係啊？係，你好，你好，你好。係，就佢叫做係啊，係啦，冇記錯係個星，係啦 ，Star， 哎呀，哎，咁佢本身嗰個作品咧就係一隻鯊魚同埋一隻企鵝嘅，咁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的作品？哦，好，就是其實我是一個插畫家，那其實我們的作品其實都是，其實我主要是做是一個我在進行一個绘本的创作，那其实你们现在看到就是所有的作品，它其实全部都是从一个绘本出来的，就是一篇，就是你可能翻到一页，就是一个故事，都是独立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从里面的故事里头，把它们就是立体化，就是萃取出来，变成，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些商品。那个原因是你自己做的吗？嗯，那个公仔的原因就是你自己做的吗？你说故事吗？我们是一个团队，对，就是我有，就是我自己是插画家，然后我有两个伙伴，就是在就是帮我 cover， 就是原型啊，然后身材的部分，对，所以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组合，然后在今年就是这两年开始，我们就在试着做这部分的制作。是第一次来香港吗？对，第一次。好，谢谢你。因为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都是 你的作品吗？对对，都是我的平面作品。可以了，那么 对，都是我的平面作品。那也都可以拿起来了。对，对，就是他的，就是他都，就是我故事都有留在他，都留在他的背后。对，那也许他们之后也可能会变公仔，不一定。对。咁你个 Facebook 也没有？有 Facebook， 系是Facebook。好啦，我哋今日见到咧就系 Facebook 就系呢一个啦。星河，系好，谢谢，好啦，咁就另外一位喂靓女就系嚟自台湾嘅都系，好咁啊，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啊，这是喺台湾来的，我是 Vivian Wang， 你好，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参加头一首，然后因为之前我是创作者，对，然后但这次今年第一次推出自己的绘本。然后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知道我的作品，然后认识透过故事来认识我。然后这次我自己手做一些角色，都是从绘本里面出来的角色。然后希望大家看完故事之后，然后会对这些更有感觉。是第一次来香港吗？第一次来参加透一手的展览，之前都是在台湾参加一些其他的展览，然后跟一些玩具设计师合作。第一次来香港，觉得香港的男生怎么样？男生吗？很霸气啊？是吗？系啦，不是吗？霸道太帅了。你搞讲啲咁嘅嘢？对，很霸气。是吗？对。你还没有？有没有书？书本就是。这个可以看。那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双面阅读的故事。然后其实它是一个女生叫安安，然后跟一个娜娜的故事。但是大家可能看了之后会以为它是两个女生。都是就是失去自我，然后找不到自己的女生。但是其实你看到故事中间会发现，其实有秘密的。透过镜子，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就是在每个人看到就是感受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蛮喜欢听。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自己吗？有些人就会发现，就是其实是我自己某一部分的自己。对。但是我希望每个人看到之后都可以跟我就是
回馈，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明白明白，你有没有 Facebook 啊？有好啦，咁啊 Facebook 就找 BBN Wong 就可以找到我了，系啦 BBN Wong 系啦，然后也可以用 IG 找到我，系啦，对，就可以到看到我作品，系啦，好，谢谢，谢谢，好啦，咁啊到隔篱嘅，即是你系嚟自，系，好简志刚，有时系。台湾的吗？台湾对，台湾来的了。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是，我这次的作品有分立体的跟平面的。对。那立体的，这都我自己设计的一些角色。统一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脸。那我叫他小虫宝。对。他会让人家感觉有点紧张、害怕或疯狂。神经质的感觉。这是代表着我对现代很多人的一些感受、一些看法。他们都会躲在，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些角色里面，从嘴巴冒出来这样。那这个做法都是单一件，都没有再翻模的，所以卖完就卖完这样。哦，就是。喂，咁睇一睇呢个比较近期嘅大热嘅人物啦。哦，金生系啦，金先生咁系都是都系都得意喎呢个系啊，都系每一个都是只有一个。对，这个这个就是哦，那是对，每一个应该一齐嘅。系啦系啦系啦，对他们可以做成一对这样。系啦，因为一对哇，呢个真系得意喎。做大粒好正喎。系啦系啦，这个很好，这个谢谢谢谢。然后像这个包装盒也都是我专门直接画上去的哦，就每一个包装 packing 都是自己画的，对，为他们每一只画单独的包装。哎，那么多少钱一个？多少钱一个？是500。五百，系啦，五百。喂，呢、這个每一个就只是依个。对，喂，呢、這个以后也不会再做了。系，喂，呢、這个正。喂，嗰两个阿 Charm 同埋阿金生要俾钱，会俾钱，但系我哋咩打交？大粒啲我真系做。系咯，喂，真系正喎呢、這个。得意喎，我而家先留意到喎，睇我到。系啊，系啊，系。佢每一个都系一个。咁佢嘅 Facebook 有咩有 Facebook？ 有 Facebook， 名字就是简志刚。哦，咁因为台湾人好多时候都会用翻自己嘅中文名去做 Facebook 嘅，咁你哋就可以系啦，咁就可以自己去 search 翻。咁啊，好有趣嘅，一见到就系、是、阿、金生同埋阿 Donald Trump 嗰个真系非常之好嘅作品。谢谢。你这第一次来香港吗？没有，第三次了。第三次了，都是参加这些没有，之前是来吃美食。哦，这次为作品好，谢谢，谢谢。好啦，跟住就系到呢一边嘅作品。啊，真睇识人嘅女仔。好。好啦，喂。Have a nice day。系。系啦，咁啊。下次再介绍啦。我而家有我哋介紹咗幾多攤位先 ？OK， 係好啦，呢邊啦，好介紹一下啦，喂 ，Hello， 好介紹一下自己先。我係 Tom Mac， Flapjacks 嘅，即係呢個牌子其實係叫 Flapjacks， 係，咁係全部都係肥嘟嘟嘅，但係我主要就係其實本身係畫畫多，係，跟住就間中亦都會出一啲面料咁樣咯，係。咁咁呢一個肥嘟嘟嘅公仔，咁其實係本身係咩嚟？這個肥嘟嘟嘅公仔咧，本身佢Flapjacks 其實佢下面係好多故事嘅。咁譬如呢一個咧，佢係一個刀波，即係一個面粉團。咁佢就係即係有個故事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榴蓮肉。咁樣佢榴蓮咧，係都將榴蓮一路咁樣去變身啦，有青啲啊。點解會揀榴蓮？因為榴蓮即係其實我畫嘅全部都係有啲同食嘅有關嘅，幾多色彩。係啊，好中意畫食噶啦，同埋榴蓮因為臭。好多人都有一個 opinion， 即係可以比較賺取一個，所以我就覺得佢一個性格係比較特別，咁所以我就想做第一個水果就做。咁其實係平時都有本身已經係有冇啲書嘅故仔嘅？有㗎，我喺美國會出書嘅，即係一路都有書嘅。但之前就係少少咁樣啦，而家下年就準備係真係出埋嘅通常嘅。係，咁你嘅 Facebook 係？我嘅 Facebook 係Flapjacks Art， 佢入邊嘅全部寫出嚟，因為我寫 Instagram 嗰個係完全睇到你後面到杯麪嘅公仔機咧，隔離有個白色嘅櫃嘅，入邊有好多嘅，有好多嘅禮物啊，大家只要咧用最多嘅 like 咧就可以。
好，非常好。非常喜欢用力，我们第一次开始这个活动呢，就是由这个11月15号的11点钟，多谢晒。好啦，跟住又到隔篱一个香港嘅一个水彩画家，咦，啱啱系啊，阿陈手开咗，系啊，哎呀，咁啊，系啦，佢其实佢系画水彩画啦，同埋都会记录咗一啲香港嘅消失嘅一啲名句，咁啱啱行开咗。哦，咁有冇你嘅作品喺边边？即係純粹啱啱剛剛嘅作品。好啦，咁啊，佢頭先有都有介紹過嘅，咁佢就係一個好，咁你代佢介紹一下啦，不如好都可以嘅。OK， 咁個 artist 就係 Elaine Chu 啦，咁佢通常都係以香港嘅景色或景色為主嘅，好多時候佢都會畫香港消失緊嘅景色啦。最中意佢多數都係畫啲廣區嘅地方，例如可能旺角啦、港島嘅街道啦。佢就希望透過水彩畫可以記錄翻香港就係消失嘅特色咯。好啦，咁啊，喂。轉身已經冇曬啦，收工啦，有冇聽日特別版？今晚有特別版，電光火石間已經掃曬啦，嗰啲冇曬，藍色都冇曬啦，街市賣魚冇曬，跟住我哋隔離嗰邊就係一個紫組12寸嘅。係啦，咁啊，佢成個 body 都係自己挑嘅，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係 Nick Station。不如由我太太介紹。哦，佢識講嘢。Hello， 我係阿 Wing， 咁呢個 designer 咧就叫阿 Chris。係。咁由個頭雕啦 ，sorry， 由頭雕去到個 body 啦，咁全部都係阿 Chris 自己攞石膏起咗個模先啦。咁跟住之後咧，再叫翻蛋廠放翻啲關節入去，咁。衫啊，所有嘢紙樣咧，都係由阿 Chris 一手包辦嘅。咁依個公仔應該全部都係佢剪出嚟嘅，你仲有冇嘢要補充？冇啦，講得好好。佢係用電影嗰啲嚟噶嘛，Jason Friday 嗰啲。仲有，好彩你提醒。咁咧，依一個係列咧叫 Found Girl 系列。咁依個 Found Girl 系列咧係點解會產生到出嚟咧？就係好多恐怖戲到最後咧，所謂死症狀都係全部都係女仔嚟嘅。咁由咧啲女仔咧去拯救佢隔離啲 partner 啊之女嘅人啦，咁就產生咗呢個系列出嚟。咁其實係正式開始投產未啊？而家我哋暫時仲會去多幾個展覽，咁五月咧我哋會去埋。跟住6-7月度就會正式開始投產。係，俾我補充少少。係，而家你見到嘅咧，那個 body 咧已經係個啤件嚟㗎啦，即係開咗模㗎啦。咁至於頭咧，就因為而家仲係用緊 AB 膠，即係自己用樹脂 PU 係啦係啦。咁其他道具都係 PU， 即係都係 AB 膠出嚟嘅啫。咁遲啲會陸續去開模㗎啦。因為有些地方仲需要改善，所以而家暫時就未開放。開發進行中嘅啫。係啦，開發進行中。係。咁呢個新嘅品牌，咁啊自己嘅作品啊，咁啊可能再介紹一下，呢個係 Facebook 嗰個係。係啦。呢個係我哋嘅 Facebook 個fan page 啦。咁我叫做阿 Wing 啦，唔係我叫阿 Chris 啦。我睇啦，叫阿 Wing。咁草開 superhero 嗰啲咧，可以選擇下其他類型嘅公仔噶。好係啦，呢個嚟緊有一個新品牌，好咁啊，係啦。呢個我睇咗咧，其實真係有競爭力嘅呢一個。如果呢個呢個 body 其實呢個啤出嚟咧都King Kong 嗰套戲嚟嘅，咁都好靚。呢個就係女主角嚟。係。咁佢雖然唔係 horror movie， 但我好中意套戲。係。好King Kong， 見到個 body 其實係 OK 嘅啫。最新嗰套最新嗰套Evil Dead 裏邊嗰個女主角。係。
咦，我想問一下啦，個 body 嗰個身係就咁 PVC 係咪還是包膠嗰種？其實而家係包膠嘅。係。裏邊係有關節喺度，裏邊可以喐得到嘅。咁但係而家因為關節仲需要吞緊毛，比較鬆少少。咁會調整完之後咧，就可以俾大家揸上手試試。好。哦。係啦，咁我都幾中意就係萬貴街，都幾有趣。萬貴街咯，係啦。好，咁啊，系啦，咁啊，留意呢個新品牌啦。呢啲畫係 Chris 自己畫的。啊，係啊。係。呢兩幅畫都係我自己畫出嚟嘅。係。我本身係中意畫畫嘅。係。但係即係本身都係你自己畫嘅。係啊，我自己畫出嚟㗎。嗰啲構圖，即係個佈局咧，就係啊，我太太幫我用 Photoshop 做出嚟。咁就我本身係唔係畫開水墨畫嘅，因為我今次新嘗試，睇下想俾多啲新嘢大家先睇一睇嘅。因為水墨嘅風格都非常之好，係希望大家中意啊！係。好啦，跟住就好啦，呢一節就去到呢度啦，因為已經差唔多成個鐘頭啦，好啊。係啦，又見到呢個老過嘅阿哥啊，路過阿周啊，我係路過嗱。我推介梗係買絕對無敵㗎啦！哇！就係絕對無敵啊！聲，但係呢個價錢都絕對無敵喎！絕對無敵啊！我呢個係買絕對無敵㗎！我頭先都停咗喺度啊，見到，我就係爭呢兩盒啊，就係最衰就係。好啦，咁啊，喺呢一節嘅直播就去到呢度，咁陣間仲有其他嘢嘅，咁啊，唔好行開啦 ，OK， 拜。